如果以后有人剪菜给你，你心里是在骂他的，对不对？有谁剪菜给他过吗？他心里是很讨厌你哦。我不敢剪的话，都帮我讲。对，叫你学习。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哎，小铃铛，大家请多多支持哦。我是台湾人第八集，欢迎娘娘莎。สวัสดีค่ะ，สวัสดีค่ะ。ว่าแต่ชื่อว่าแม่แม่เลส。哎，すごい。对不对？是不是？あなたはわたしのたれし。哎，是不是？我的男朋友。对。在哪里学的？就是这一句话一定要学到啊！随便看到日本男生就是我在说。对，我有学过日文一年。真的？因为那时候喜欢那个伊丽给他寄希望。他那个叫什么龙泽秀明吗？对不对啦？很帅，对，我那时候喜欢他，是学日文，你们都不知道他，去死吧你们！他以后以前很红哎，对，以前很红，对呀，什么意思啦？我也有蛮多泰国朋友，所以我也学过几句法泰语，那沙迪卡，沙迪卡，阿贝玛利亚卡，哦，阿布玛利亚卡，哎，可邦卡，就这样，好弱哦，我都知道他是我的男朋友，这种就高级的话了，对，真的对了。娘娘是来台湾多久呢？念书三年半，五年半了。五年半，对，那蛮久的耶。对、啊，我的话四年了。哦，你比我还晚来哦。对。然后现在这么红，出去给我跳楼去，好不好？哈。经纪人救命！哦，OK，OK， 太好了。我个人有已经过了四年，还没办法理解的很多事情，很正常啊，对啊，正常，对不对？台湾人都很奇怪，真的。对，我也觉得对，他说对耶。不行，我今天跟着你聊天会出事哎。直接得罪台湾人。啊，对啊，对。今天是我的工作人员们帮我们统整了一些对台湾人很常见的行为。1、2、3，啊，你为什么不理解啊？因为我们在日本的话，大家一起吃饭也是一个 set 一个 set 一个 set 一个 set， 所以没有这个习惯。而且有些人会觉得我会自己夹自己喜欢的，所以不要这样。比方说一个我的朋友的妈妈一起吃饭，然后长辈给我就是很多东西，但我不太能吃这个东西的时候，超级不好意思，所以希望不要碰我的这个东西。啊，所以台湾人就是爱装好人。在泰国我们也是这样子呢，像我也是，我爸我妈也是华人这种，所以我们也习惯接弄你接来接，学泰给你，你总不能说去死，懂我的意思吗？对我来说是可以理解啊，所以你就是如果以后有人接菜给你，你心里是在骂他的，对不对？有谁接菜给他过吗？他心里是很讨厌你哦。我不看见的话都帮我讲。对。OK 啊，哎呀，而且 OK 啊，而且我们泰国爸妈是多夸张，你知道吗？就是你们还是用纸巾擦，就有时候我爸妈是用直接用手擦一擦，擦一擦，而且他会觉得自己的手比那个碗更干净吗？会吓死、欸，对，会吓死。可是这很常见，像我是有一点小洁癖，我刚来台湾的时候看到夜市那些桌子椅子都是偏旧，哇，好会用时哦，好会用时哦，我的妈，难怪你会这么红。我的话就说脏死了这样。我不敢讲。你很厉害哟、哦，我的老师好，我要向你学习。一开始完全不敢做，连做都不敢做。朋友们直接帮我们拿筷子的时候，直接放在桌上的时候吓到。我这样吃饭是不是？后来朋友幸好帮我擦干净，所以幸好有这个动作，所以我可以接受。爱干净 OK， 可以理解。为什么我都可以理解啊？因为我们泰国人也会做这种事情啊。我们更夸张的是，除了婚礼之外，有时候我们有那个泰国出家仪式，早上会做很多饭啊，然后大家一起吃。有时候就还没有给客人吃，自己先打包。
真的，这是真的啊！大家不觉得看到这种不觉得怎么样？就是啊，正常正常。对对对，你很小气，我不会，就会觉得啊，不要浪费这样。哦，对，台湾也是不要浪费的概念，所以打包对不对？日本的话，好多到吃不完，这样子比较好的感觉。怎么说，全部都吃完的话，有一点点哎不够吃吗？那日本人最爱留一片一块。东西，然后就大家一起吃生鱼片，然后最后一片都谁都不碰。真的假的？明明就我很想吃，但你们是很爱礼貌 and 很爱面子、啊，对，所以外面的话我们不可能做这些事情。就觉得如果打包的话，人有点这样。对，有一点。干嘛偷瞄我？可以理解啊，难得泰国人最爱迟到，泰国人就是如果他说他要出门了，代表他刚起床，真的假的？真的，如果他说快到了，就代表他刚要洗澡。如果朋友说我们先吃，就代表说我不去了，真的假的？真的，就是我们很爱迟到，我们泰国曼谷交通那么堵车，对不对？对，堵车，对不对？对啊，交通都不方便啊，所以导致我们迟到。有理由可是我之前观光客去泰国的时候去按摩店吃到了十分钟就他叫我加钱我遇到诈骗吗当然啦、啊、你去泰国玩没有遇到诈骗代表你没有到泰国对你如果你逃过那个第一关计程车司机没有骗你的话已经很幸运了你知道吗真的对你没有被骗的不可能啊他有跳表吗我好像是约过一个很恐怖的计程车我一个人坐计程车然后我说我要去这里就是用英文讲然后还打给朋友然后朋友帮司机讲然后司机然后一直偷看我然后笑然后我说哎真的是这边吗看 Google Map 不对对他要绕嘛对我就哎是不是坏人我以为是那时候觉得很害怕然后就开那个门一直就这样开然后他一直不让我下山一直哼哼哼这样因为你还没有付钱啊对超可怕的什么刚刚是什么对刚刚是什么东西那因为日本人是一定要集合时间的十分钟前到我们也不知道干嘛那就是一定要早一点到一定有好事这样如果是迟到的话一定要请饮料之类的很有礼貌的道歉道歉压力比较大这是好是不好没事下一题大部分可以可是我最不能接受的是钱台湾人真的很爱问钱的事情就收入对不 对, 对然后他会说没关系讲了我不会讲出去 对不对然后到处就讲说哇他赚很多 对不对超不要脸的其他都可以我不能接受那个钱的事情可以理解啦因为泰国更过分哦他会问你性取向啊这些东西我到现在都在台湾没有被问过的泰国人会问你说哎你是不是 gay 你是不是什么女 T 怎么会问这种东西哦、嗯、那不会因为这件事就伤心没有我就会说我是啊就是啊怎么样看不出来哦之类的要不要看我的那个应该这么讲因为泰国问这些东西比较是出于打话题流就是打发时间可是台湾人真的是认真的要知道你的事情对他那个态度不一样你就多少钱对然后就说哎你是不是过得很好我有一次去买早餐然后跟阿姨聊天然后阿姨问我哎你的指甲很漂亮哎在哪里做的我以为是闲聊对 对结果真的是一直等我讲出来这个店是在哪里然后多少钱对 对我就觉得想知道吗然后问多少钱就因为想要知道你平时的花费是多少他们有什么事情只想知道原来做那么漂亮我没有看过哎，我是可以理解，是没看过。泰国也会这样子啊，泰国有人排队只是把那个拖鞋，对，好可怕，就有一条拖鞋在那边排着，然后人就坐在旁边，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不发号码牌，为什么要拖鞋？对，拖鞋不会不见吗？不会，而且大家都会记得自己的拖鞋是在哪里，就是。我们日本刚刚也说了。我们国家就是爱面子偏爱面子所以一定要好好排队排队中小朋友累了然后想要坐在地板
然后妈骂到不行啊！对对对，你丢脸，你不要这样子，超恐怖的。而且有一次去日本啊，排队上厕所，然后我们就是看到小孩子，你要不要先进去这样？然后小孩子已经是憋尿憋到那个，然后爸爸说没关系，要让他忍。我说哇，为什么？他就只是两个尿尿而已，让他进去吧。就是父母觉得不能让小孩子觉得这么好过生活，就是你要麼好过生活，这什么态度啊？这个态度啊？就是我怕变得很奇怪的人，所以一定要比较凶一点教育。那是妈妈爸爸的教育超恐怖。我有一次小时候，国小的时候，我欺负一个男生，你好丑哦什么？那时候妈妈听到就觉得很生气，然后马上抓出去沙龙，叫那个发型师说剃光头。然后我就哭爆，我就是跟男生一两句话坏话就被这样，超恐怖的。结果那个华清是觉得太可怜了，所以后来长发变短发而已。可是对我那时候就觉得印象很深刻。对日本人来讲正常，就是日本人也是すみません。不是很常听叫すみません吗？可是我刚来的时候吓到，每个台湾人都说啊，怎样？超恐怖的。对啊，台湾人不会讲不好意思、啊。对，不好意思，我没听过。怎样啊？还没死、啊？怎么之类的、啊？那才是台湾人好不好？你们这个变装怎么不好意思？没有听过，好不好？好不好？对啊，那是日本的习惯。早在那边结拜好不好？我们听没听过。对啊。早就被你吃到十分钟就嘿啊，对啊，你吃饭了没？对，没有听过我不好意思。对对，谁要吃到十分钟的？外面有下一题吗？其实我发现泰国跟台湾蛮多有像的部分，应该是说日本比较特别，对，是吗？泰国人也有很多华人啊什么，所以其实我们一些共同文化是很接近的，在某一些处理事情的方式跟一些思考行为是很像的，所以跟日本人有差。怎么学我？怎么突然学我？但我们蛮喜欢台湾，对不对？对，我很喜欢台湾。你是怎么结尾？因为我们才前面讲了一堆，所以我害怕，开始害怕，你知道吗？对，我们真的很喜欢台湾，所以我们在台湾很开心。I love Taiwan, Taiwan very good, you know, amazing Taiwan, welcome to Taiwan, you know.今天真的很开心，娘娘想谢谢跟我一起分享自己的事情。那大家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帮我们按赞订阅。先结束之前，我有一个要求。这是我今天来你频道的目的。那你？你手机在身上吗？有。我有一个要求哦。那你？你给我拍照片发到限动，然后叫你的粉丝来追踪我的。可以。好不好？因为我已经不在乎观众怎么了，就是因为在那边剪，他们也不会追踪啊。一定要发哦，然后 tag 娘娘。大家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还有开启小铃铛，还有追踪娘娘的 IG， 还有订阅娘娘频道，我来开心吗？他们才不会听啊！真的。Waki kusai。Waki kusai。对不对？你的意向很错。为什么？你看我这些都会呀、啊。然后 Waki kuroi 是你的意向很黑。为什么？对不对？是在学校学这种？对呀、啊。太怪了吧，正常的记不起来，奇怪的才记得起来，这样子，这是外国人阿鲁阿鲁，对。